Doctor, I hope you will not let me feel down this time. 宗贵的船，这次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下面，下回有请。玄门战神，我们把它控制在这个金钛合金里边，就是导弹来了，也不能把它损毁。<笑> 每间隔一个小时，我们就会抽取他身体里面的玄门真气，用不了半个小时，他身体里面的龙象般若神功将尽归战王大人所有。从此，已经再无护国战神。所以吧，您不用。Who said I'm straight? I will let your guest the ghost die first, then you will follow her. We are so slow. Todo lo suyo a que te hace ti. I don't know. All the 战乱不堪，我奉我主之命来此平乱，从此天下只有一个战神。 九州之乱已平定，是到了平乱的时候了。
叶凡那个家伙怎么也想不到，当年他叶家权势滔天，我一次都没赢过他，而现在，叶人，念在我胯下求欢呢。讨厌，那个死鬼怎么这么厉害？不过，当年叶家的仇人在这边灭了好几个，你说会不会是他干的？你是被吓傻了还是做梦？ 他几斤几两，我们不知道，连一个臭虫都能把他捏死。你说的没错，哪儿来的兔崽子活腻了？是不凡。当年你们两个联合四大家族收我全家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今你们的死期，要不是当年小时候我跟你定下婚约。 就凭你，从头到脚，哪里配得上我？你全家人都死绝了，还有资格在我这儿来行？收拾！给我进来！你在闹事儿？把这个杂碎给我弄死！嘿，起来，起来！给我上！ 哎，你别乱来啊！等一下，难道你不在乎你女儿和孩子的性命吗？我跟那个姓张叶，怎么可能有孩子？是张小雨，你以为叶晴的女儿，你忘了吗？她给你生了个女儿，张小雨。 你知道他们的下落，你就忘了我和柳婷？你找死！让你把他掐死！那就没有人知道你女儿在哪儿了。叶不凡，要是我和柳婷有一丁点闪失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他们俩。叶不凡，看在陈玉兰，你和那个只有一夜情的方家养女，有这么深。 你要是真的在乎他们两个的安危的话，你就乖乖的听话，在这个房间里一步都别踏出去。我保证不了他们的安全。我告诉你，张德全，我妻女要是有任何闪失，我让你全家陪葬。现在怎么办？叶不凡，想救你老。 叫啊！你再叫大点声啊！你那个死鬼老爸已经杀了我们好几个人了，我再要看看他今天能不能来救你。妈妈一定会来救我。月月，月月，你这个畜生，放开我！还我的手！小宝贝儿，我们来玩个游戏怎么样？看到那边电话车了啊？ 我数到十，你爸还不出现的话，今天我就开车从你身上压过去。你放开我的孩子好不好？我待会儿就把你压在胯下，好好的让你爽一爽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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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你要是再敢动一下，我就把你女儿给杀了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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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你见过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你弟弟？不是你吗？是你。你妈妈是不是要张小雨啊？妈妈呢？妈妈在那边被绑着呢。把张小雨给我放开！叶不凡，你们你是谁啊？你说放就放！我就是一个全家都被烧死的叶卓玛。江大权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 现在的行动让我们要开始改不了啊！那我看看今天是谁的死期。妈妈，这是谁的女人啊？你还认识吗？不凡，你快带着女儿赶紧跑！闭嘴，臭女人！不凡，快带着女儿离开凤凰！治好她的病，永远不要回来！你以为你能弄死我？你个乞丐！女人。 你快让他有点所有的飞镖，快点！但凡是欺负过我女儿和女人的人，都得死。邓小雨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是你女儿心脏病的特效药。没了这瓶药，你女儿三天之内必然会发作死掉的。这是有珍贵性命，知道？全球就这么一瓶，你郭爱阳。不凡，我求你了，你赶紧把飞镖扔掉。 叶不凡，你想救你的女儿是吗？啊，那你就跪下，跪在我的面前！你找死！你看到了没有？你要是不跪的话，我就把这瓶药给捏碎，你女儿就死定了。你跪不跪？不凡，我求你了，你赶紧跪吧！月月她有心脏病，没有药的话，她会死的。月月，我叶不凡今天跪天跪地跪父母，你绝不可能跪几个小人。张小雨。 你看到没有啊？这个就是你心爱的男人，他宁愿你们两个去死，他都不愿意去下跪。叶不凡，那如果我捏死你心爱的女人呢？你跪不跪？你如果不放开张小雨，你会后悔你今天所做的一切。<笑>我后悔，抱着你女儿和你女人的尸体的时候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后悔。这么漂亮的。 你现在让我下手，我反而有点不忍心了啊！不如这样吧，你现在就好好的陪我，说不定我一开心，你就考虑把解药还给你们。张大权，你要是手上少一根，我铲平江家。哈哈哈！张小雨，没想到你身材这么好啊，都当妈的人了，你看看还这么性感。<笑> 无耻！早知道你好了，那能打又怎么样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他在老子的手上，我只要轻轻的一捏，他的那个美丽的天鹅颈就碎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别管我！叶不凡，三年过去，你还是这么自命不凡啊？难道你就认为你女人的命，还有你孩子的命，没有你心甘情愿吗？爸爸，女人害怕了，你不要要了，你快救妈妈！ 行了，别急，有办法在。没那些药，爸爸有能救你。你知道你女儿得的是什么病吗？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啊！只有这瓶药才能救她。你还想救她？你放什么狗屁！某些人真是狂妄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这么可爱的女儿马上就要死在你的手上了。<笑><笑>你知道吗？你跟你女儿和你的女人这三年是怎么过的？他们捡垃圾吃。 那么喝雨水吗？他们住桥洞啊！你现在凭什么说你不救？因为你是谁啊？敢说这样的话！<笑>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：老婆、女儿，二选一，选吧！江大权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放开张小雨！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这么狂妄？啊，张小雨，你看看。 这个就是你等了三年、爱了三年的男人呐！在他眼里，你们娘俩的命屁都不是。不如这样吧，你们俩跟了我走，到时候让你们吃香的喝辣。
你女儿月月的这个特效药，我也天天给供上，怎么样？爸爸，我还这里不舒服。月月，你还不跪吗？你看到没有？你女儿的病情要发作了，再不跪的话，我就把这瓶药给毁掉，到时候你只能看着她眼睁睁的死了。这话你说不出。<笑>好戏要上演了，快把手机拿出来，把我微信录下来啊！你请见证这当年巅峰的叶家业家主。 是怎么样向我江大权下跪求饶的？<笑>别急，哎，还有个夫妻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 不上啊！灭了！我滚！叫谁？叫谁也不过如此了！快给玄冥人打电话催催他呀！江州那腿还已经在路上了。月月，不要看，帮妈妈解绳子好不好？没资格见玄冥的人！ 叶不凡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了我一把吧！求求你，叶不凡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把当年谋害你们家弟兄全部都告诉你。谁敢动我的人？谁敢动我的人？谢文大人，谢文大人，就是狗杂碎，他不仅杀了我的人啊，而且还说随手可灭玄门了。杂碎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 这些小虾米交给我。哎，血魂大人，你看到了没？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啊！他觉得捏死你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的。叶不凡，血魂大人都已经发怒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可以承受得住血魂大人的怒火的。你还有你的妻子，还有那个小杂碎，他们马上就要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。叶不凡。 今天就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血逆。你是玄门哪个？你竟然敢这么跟玄门大人说话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血魂大人，那可是当年在九州大战上跟随玄门门主大杀四方一当时的存在。你这么说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，不然我都对不起玄魂大人。我头一次听说玄门有血魂这块。天底下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，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哦。 是吗？你到底在狂妄什么？你现在得罪的不仅是我江大权，还有整个玄门。玄门的每一个人都足够让你死上千遍万遍，何况是血魂大人呢？血魂大人的一根手指头都让你死得永无翻身之地呀！你如果现在向血魂大人跪下来磕头认错，说不定开心的话，还能让你的妻儿安逸一点啊！我倒是要看看玄门的人究竟如何。 叶不凡，你这个狂妄的，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忏悔。死命令，这怎么会这样？ 无耻的小人，竟然用下三滥的手段侥幸偷袭！有种你敢在接我一招吗？叶凡，你居然敢偷袭血魂大人，你个卑鄙无耻之徒！你以后要是再敢打着玄门的名号招摇撞骗，我让你成为真正的……你还敢口出狂言啊？刚才你不是使了些手段而已，这次血魂大人一定能把你碎尸万段的。叶灵大人。 有人污蔑你，污蔑玄门，请您过来一趟。叶不凡，今天不让你下地狱，我跟你姓。玄门的战神叶影大人，你一定听说过，那可是我大哥，更是玄门门主的左膀右臂。他随便咳嗽一声，九州大陆都要颤三颤。我倒想看看你找谁来冒充叶影。不，叶影大人的名讳。 是你敢叫的吗？
现在就要提夜莺打人，先收拾你！说，我还打了玄门的名号，干了多少坏事？叶公，你踩我！等叶莺打人来了，我把你剁成畜生酱！救命！阿忠，大哥，有这种情况？你会写字吗？会。把你打了玄门名号给。 一件一件写，昭告天下。不写，我全写。以后再让我知道你打的玄门旗号干净的事，我把你撵成浮云。不敢了，不敢了。纸，笔。敢动我的人，让他生不如死。叶娜，你可算来了。 你污蔑宁污，污蔑玄门，还说踏平玄门，你快杀了他！属下参见大人。叶大人，你不是搞错了吗？他不过是个杂碎，你可不要被他骗了呀！你胸大的苟延残喘，看一看，叶家的人，是你这种小人能够得罪得起的吗？是我给您丢脸了，我不过您看我的浑身是伤。 你若还想再多活几分钟，马上跪下来道歉。叶大人，我对您可是忠心耿耿，我都是对您好。他刚刚污蔑您骂玄门，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。对他们，张大全，雪魂，人，狗不知用愚蠢的东西。你看看，你对面站的人是谁？ 前几日临时用你，是看在你对本地熟悉的份上，现在看你可以永远的消失了。我闭嘴，马上把你的所有罪行写下来，交上。你赶紧跟我写，我活剥了你。小雨，咱们家在哪儿？在前面那个桥洞下面。 喂，爸，你和孩子可以回家了。现在吗？真的？那我马上带月月回去。月月，刚才老爷打电话过来说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太好啦！你只是方家养女，而且他们把你逐出家门，你回去干什么？他们毕竟对我也有养育之恩。妈妈，我们能不能让爸爸送我们回去呀？老爷看到爸爸肯定会很高兴的。 养体才艺，好好学习。来了，老爷。你这个废物，怎么还活着呢？这废物是死了吗？不，我爸爸没死。小孩子在等什么呀？你哪里来的爸爸？他就是我爸爸。 方夫人，方家主，你们对我生气可以冲我来，我绝不咽言。月月是孩子，别那样说话。哟，现在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出来啊？当年你睡了我们家小雨，偷跑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着装一装呢？叶不凡，你还是男人吗你啊？我们家小雨遇到你真是倒霉，毁了一生。哼，本来呢，我们是想把小雨呢。 嫁给彭国，数一数二的好公家。可结果呢？不但嫁不了，还带着这么个拖油瓶。你赶紧给我出家，我们就不欢迎你。叶华，你赶紧滚！别逼我动手啊！一个死了的人突然出现这儿，我也不会去。爸，妈，哥，不要跟我爸爸走。好女人，我打住是让你回来，你没让他回来，你不要再为他动手。我们是一起，要回一起。 就你这废物，穷的口袋里连一个哥们儿都没有，我穷，和我们冒充一家人，你做梦！赶紧滚，不要脏了我们方家地！你生气，我有钱，我把钱都给你。你有钱？你有多少钱？这是我攒了好久的钱，我把它。
留着这些小钢镚，给你爸妈子弹才好啊！方浩，你别太过分！我就过分了怎么着？这是我方家，我说了算。叶不凡，你这个废物，再不走，我就让保安把你拖出去！小雨，跟我走吧。小雨，你不要忘记了我叫你回来的目的。叶不凡，要不你还是离开吧。赖皮狗啊，这么小就让你滚了，还不滚？爸爸，别走！放心，爸爸不会走。我要怎么做，你们才能认我这个女婿？你别做梦了，就凭现在的你还想进我们方家的门，你也不撒泼你找死！呸！原来呢，我们是高攀不上叶家，可是叶家呢？ 这上午瓦片是下午寸土，看看这一世的穷酸样，看看，这荒山上下连超过10块钱的物件都没有吧？啊，连老鼠见了都想哭了，还想高攀不放下？我看你呀，还是重新投胎来的更快。给我滚！别浪费大家时间，我们还要办大事呢。你们要多少钱才能同意我们在一起？ 1亿！好，我给你1亿。你吹牛也不怕闪了舌头，1亿啊不是1块1啊，你高高清楚，赶紧滚！哎呀，你今天要是能拿出1亿，老娘我给你学狗叫！行了行了，小玉啊，你再不让他走，电话里说的事儿可能就有变动了。不凡，就当我求你了，爸打电话来真的是有急事儿，你就先出去吧。好，那我先回避一下。 爸，你电话里面说可以出钱给月月治病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们还能骗你不成啊？月月，快，谢谢姥姥姥爷。月姥爷，虽然呢你是我们的养女，可毕竟呢叫我们这么爹的爸爸，对你啊还是有感情的。小月月呢又这么小，我们怎么能不管呢？啊？妈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现在有事啊，不管。 现在赶紧呢，去换衣服，姐姐在大班里想去跑会所，那里啊有一个大人物，也名要见你。大人物？可我不认识什么大人物呀。你不认识大人物，大人物认识你啊！赶紧听妈的，抓紧时间，你要惹了大人物不高兴了啊，小月月的医疗费可就没着落了。快点儿！啊，真去了。 方小雨，一会儿进去了，乖乖听大人物的话，否则你女儿要跟不管了啊！哥，会有什么危险啊？你一个生孩子的女人，你装什么傻？赶紧给我进去！你在下，哟，在这儿看着呢。你要的女人，您带来了，还满意吗？好生好生，听话啊！行啊。 你不能这样！哎呦呦呦！小女人，当你所怕了是不是？没事，来这个怀里啊，哥哥疼你，哥哥保护你啊！喂，爸爸，快去叫救妈妈！小道士，我求求你，我身份卑微，可不能让我女儿生病。美女没发现你之前嘴巴这个。 上次你在那个杂碎面前的时候，不是挺有骨气的吗？你是不是真的以为那个废物能够护你的周全啊？我告诉你，他能不能来那么2下，完全都是运气啊！没有哪个女人能从我江大全的手中逃脱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跟了我，保你荣华富贵，吃穿不愁。再也没人敢欺负你啊！ 好好说话，听不懂是不是啊？这可不是事完。哥，救我呀，哥！赶紧给我滚！小家伙，看你这次能跑到哪去啊？你别怕，放开！
不要死！闭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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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闭
之前让你死，现在已经死了，你死心不改，桀骜人间无疑啊！老天都不答应，爹，我错了，爹，我错了！我岳章小雨磕头。宝，你来的刚好，你不是叶不凡的大舅哥吗？你快去劝劝他呀！只要你能让他不杀我，我给你一个亿，我给你一个亿！ 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！是不是？是丰国全市最重的家族，有10万军团的武装，不是咱们能招得起的。住手！你敢打我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！刚才的妈咪也说你懂事了，你知道错了，你就是江振错的啊！不是有了江少，我们方家以后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啊？丰国再无江家。 你不能杀我！你不能杀我！你要是杀我，当年灭了你全家的真凶就永远找不到，而且我江家还有10万军团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江家，你想不想杀江少？江少有什么死？你丫有跟着陪葬，江少罪罪在他，真凶我自己可以承担，今天你必须得死！江家全被叶不凡杀了。 那我不会被江家碾成肉渣了吗？不要！你看看我，你以后帮了江少，我就砸死他！别以为你是小学生，我就不敢动你。你知道我是你大舅子，你杀了他，你倒是痛快了。你想过我们方家以后吗？别动！你给我住手！我不动！我在你面前。 想欺负方做人，给你磕头做马，我求求你饶了我！容易？你的狗头现在在你的头上，记住你说的话，你现在能暂时活着，完全是因为小雨。小雨，还是小雨不死，不要骂我！啊！我说一句。 跟我没有关系啊！给我调集江家10万大军，围剿叶不凡！老公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们不是要回家吗？那个方家，你还回去吗？你那个所谓的哥哥那样对你，要是月月还在那儿呢？所以我就赶紧来带你挑套房子，然后就把月月请来，这就是你家。 但这儿最便宜的房子也要1个亿。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交给我。哟，这还是海月湾别墅吗？什么阿猫阿狗收不了的动静？你看这套怎么样？叶不凡，那套可是楼王家族丧礼，你没长眼吧？我要的就是。你怕不是被我甩了疯了吧？故意跟踪我到这儿来演戏给我看的吧？老公。 那套也太贵了，先生，有没有更便宜一点的？你怕不是跟着他在一起也疯了吧？还便宜一点，这里可是丰国最贵的别墅区，入住的人非富即贵。像你们这种社会底层的人，赶紧滚，不要破坏了这里的风水。柳婷，这么凶干嘛？你是要打人还是杀人？我知道你这些年练了些功夫。 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这么高端的场所到处都是摄像头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哪个不长眼的敢动你？试试看，亲爱的，就是这个穷鬼，当初我甩了他，他现在处处跟踪我，阴魂不散。你赶紧给我滚，要不然我发起脾气来，有你好看的。
你知道我现在的是谁吗？我管你呢，我是来买房的。先生，我就要那套最贵的。哼，好，我马上帮你办手续。叶不凡，你是疯了吧？还要那套最贵的？我看你呀，连这里的一张地图都买。亲爱的，你是要给我买套房吗？就把这套买下，给我出气。气死这个小瘪三！好，给你出气，这个人敢看不起我。 看我怎么收拾他！这套我要了。可是龙王只有一套啊！你是不是傻呀？你看他俩，一个穷到到处流浪，一个穷到住桥洞，你指望他们俩给你买房？疯了吧！你错过我这个大客户，倒是你错的机会。我加价1000万。我加价1000万。我加价1000001万。我加价2000001万。我加价2001万。算了，不凡，我跟女儿有个住的地方就行。 没必要花这么多钱。哟，瞧这两个垃圾演的跟真的一样，你们两个全身上下加起来都凑不够1亿。我加价5000万。行，我们不用加了，让他刷卡吧。先生，您确定3亿5000万买下这栋楼啊？这什么破玩意儿？你学人家装卡就学的像一样，这张卡全世界只有1张。 你怕不是出来搞笑的？哪个假货？像你这种没钱装有钱泡妞的人，我见多了。他装的像你这么漏洞百出的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呢，真是丢男人的脸啊！别提他，刷。这个垃圾就是逗你玩呢。这张卡呀，要是能刷出来一张，你还不配。你。 垃圾！亲爱的，这个垃圾欺负我。小宝贝儿，你放心，一会儿一定给你出气。刷卡成功，您已消费3亿5000万人民币。尊贵的先生，太感谢您了，我未来几年的生活费都给着落了。您可真是我的衣食父母呀！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这个废物怎么可能刷出来3亿5000万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怎么会错？ 绝对不会呀！这不可能！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你找了他一起演戏。别说这么多戏，你们一定是串通好的。不可理喻！我都甩了你多少年了，你还贼心不死？这一出出一套套的演戏给谁看？哦，是为了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吧？你何必呢？一天死气白赖的巴结。 这人啊，是不是你花200块钱雇佣了？别的，你就先放开看。张小雨，你是女人吗？你被这个垃圾骗了，想做这样的梦，你不配！不配！再不从我面前消失，我把你贴墙上。亲爱的，他打我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你的女人被别人欺负吗？你个垃圾，竟敢打我的女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 啊！送送人，送人，送人！亲爱的，没事吧？好吧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黄经理，你管不管？在你们这么高档的楼盘，居然有小混混闹事儿！放心，放心。就是这个地痞流氓，他串通你们的销售刷假卡。 三脚猫的功夫，你看把我脑部打成什么样子了？经理没有啊，你还在那狡辩。我一进来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你就跟这个垃圾是一伙的，赶紧把这个人开除了。还有，让这个废物永远不要踏入这么高端的楼盘。好，呸！哪位刚才刷了3亿5000万？是我，怎么了？什么？这个废物，系统都能做手脚。 是范范，你赶紧报警啊！请闭嘴！高贵的黑卡专属，是黄某来晚了，招待不周，求你谅解。姓黄的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竟然对我大喊大叫，对这个废物毕恭毕敬，是不是眼瞎了？这位先生手持的是九州之下唯一一张超级钻石黑卡，别说是封国，就算是整个九州大陆，也绝对不是。是九州大战之后特意为玄门门主制定的那张卡吗？正是。
我马上去准备合同，啊，我给你把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的。难道他是玄门门主？我脑子里出了祸，他要是玄门门主，我还王母娘娘？他几斤几两我还能不知道？就算这张卡是真的，他偷的，也是偷来的，知道吗？停！你怎么又跟那种瘪三狗在一起啊？你的账我待会儿再给你算。 叶不凡，我江家十万军队已经将这个彻底包围，你不是很无理吗？啊，一代能打一个人能打十万人吗？定。十万军团，叶不凡，我看你还怎么张狂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你淹死。你要是放假人，赶紧过来，一会儿开打了，我保不了你啊。哎呀，你这个傻妹妹，还想着怎么住楼王呢？江小雨，你的梦快醒了。哥，我跟你走。 但是，能不能放过叶不凡？江小雨，你求错人了吧？要求也应该求我，在这儿只有我才能决定你们的生死。你还不赶紧跟江少认错？告诉他，你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跟叶不凡这个废物来往了。你先好好服侍江少。房浩，你算哪根葱啊？江少可是武林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怎么，叶不凡，你哑巴了？哈哈哈哈，真被我十万大军给吓傻了。 张小雨，叶不凡，人家想好怎么死，还想住楼王呢？你笑死老娘！如果你们现在给老娘磕三个响头，老娘可以考虑花几块钱给你们烧一顿。别担心，他们这些蝼蚁不用我亲自动手。你是真被这十万军队给吓傻了，满嘴胡话。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是蝼蚁。10分钟之内包围敌军。跟谁打电话？ 我早要虚张声势，我看他就是死前最后的疯狂，自导自演，就为了多活那一分钟。十万大军给我顶礼，立刻把叶不凡给我碾成肉泥！我一会儿倒要看看你们这个肉渣子要怎么活了。一凡，你还是快跑吧。张小雨，你是脑子坏掉了吗？外面可是十万大军呀！ 就算他是孙悟空变的，他往哪儿跑？别痴心妄想做白日梦了。张小雨，你真是不知死活呀！啊，简直就是个恋爱脑，你到现在了还在维护叶不凡这个废物，这不想让你女儿吗？你少拿岳岳威胁，看看一会儿谁才是渣子。我要是不亲手砍你几刀，我真你信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人呢？给老子拿刀来！今天要砍死叶不凡！ 皇上，我刚接到江家的命，让我们带回家接受家法处置。看看狗，我让你来是让你带着十万大军把叶不凡撵成肉渣，你听不懂吗？飞瑶，你也不看看你的主人是谁，没有江少，你的军团等着和西北风去吧。你这条走狗，我妈，刚才那脚还不够，还想再来一脚。 看狗吃错药了吧？飞瑶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要是再不听话，江家得了一分钱。江少，家主已经发话了，让我带您回去，你就别再为难。你少拿那个老犊子来要了啊！他已经在病床上躺了3天了，凭什么会突然来管我？我看他就是你造反的借口。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，你可千万不能手软。依我看，就得撤去这看门狗的团长职务。我看着光杆司令，他还这么蹦跶。 飞扬，你听见没有？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是还不听，你撤了你团长的职务。叶先生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们家少爷不懂事儿，把您见笑了，还望您高抬贵手，放我进家一马。这不是活像鬼了吗？一个十万军团的团长，居然给这个叶不凡举荐！ 眼瞎吗？我看就是这看门狗，他找一个叛变的理由，早想摆脱你了。北营，我现在就撤去你团长的职务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别想再从江家拿走一根针。少爷，
如果你再不回去，可就别怪我得罪你。已经得罪我了，是我对你用我的穿我的，你身上哪一件不是老子给你买的啊？你现在联合这个废物，跟他一起来对付我，你给我滚呐！就是，我这钱把你这事衣服脱下来，就是江家给你买的。臭女人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江少，就判他凶我，我可不要饶了他。十万对他提令，传我令下去，从今天开始。 匪应不再是你们的团长，你们的新团长就是。子弹，放路！哎呦，谢谢江少，我是团长了。<笑>少爷，你别再闹了。如果您再不回去，老爷就该发脾气。你可是知道老爷的脾气。你耳朵聋了吗？啊，没有听到江少爷的命吗？啊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团长了。我是不是团长，是你这种小人说了算的吗？ 看来，想拖你回去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我杀你全家！团长，江家电话，传我令下去，飞鹰已经叛变了，谁现在能捉拿飞鹰，我赏100万。飞鹰，你怎么办的事儿？我让你把少爷押回来，怎么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？好你个飞鹰啊，还找了骗子冒充我爸的声音！你好，狗胆！ 信不信我告诉我爸，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？逆子，逆子！家主，您都听到了，无论我怎样软硬兼施，少爷都是要把叶先生剁成肉泥的。得罪了叶先生，那我们江家可没活路了呀！<笑>你还别说，你找这老头声音挺像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老骗子，你等着，我已经开始定你的位子。等我抓到你，我活剥了你的皮！逆子！ 叶不凡，真有你吗？不仅买通了我的狗，和一帮骗子来骗我。你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呀，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有多拼。不管你有什么花样，我现在可是十万军团的团长。你是蚂蚁？我梦，你试试没有我的号令，我飞鹰的十万军团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飞鹰的真正目的。 拿你的钱养他的人，少爷，您就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刚才那个真正的家主，你给我闭嘴！是不是家主我不知道啊？叶不凡那个东西到底给你塞了多少钱？我出双倍，我出十倍！我爸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？你不会以为我偷了你的手机，给你换了个假的吧？江少，你别被他骗了。 说不定你爸正想你着呢。对呀，说不定这就是巧合呀。逆子，你看我是不是老骗子？爸，你马上跪下向叶先生道歉。叶先生不是我们惹得起的人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聋了吗？你让你向叶先生下跪道歉。爸，你说的叶先生不会是这个废物吧？你竟然如此对待叶先生，真是我家门不幸呀。 叶先生，你不行了，向你赔罪！爸，你烧糊涂了吧你？这就是那个父母都被烧死的废物叶不凡，哪是什么叶先生啊？江大侠，你是想活活气死我吗？给我收尸吗？啊！我们江家上下几十口人现在被玄门围得团团转，你现在不知天高地厚吗？ 我要让你给叶先生跪下道歉，给叶先生磕头认错，江家惹不起的大人物呀！跪下！大权，快向叶不凡磕头，给他说对不起，求他原谅。叶不凡，对不起。 叶先生呀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能不能放过江家呀？我们江家以后一定听玄门的，为玄门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没空看你们表演，是。这，怎么不行啊？大权，快求求叶先生，玄门让我们江家在这个地球上消失啊！叶不凡，叶不凡，我。
我就是你让玄门放我江家，你要是不把我救救你了，你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你别忘了，当年我父母的仇我还没报，你这样的人，你是想多活一天，要是多余。爷爷，你放了我一条生路，我父亲要是知道你不放我江家的话，我会被打死的。小青年，你要是不让玄门放过我江家，我爸是早会打死我的。 爸，这个叶凡究竟是什么人？看来只有国主能帮我们了。你赶紧回来，我们一起去求国主。这个叶不凡肯定是搭上了什么大人物，才敢这么嚣张。他居然调动了玄门的人，看样这个大人物还挺可怕的。他一个丧家之犬，怎么能靠上大人物？我想他应该是骗我们的大人物。 以为自己搭上了什么大人物就了不起了，小人得志。他忘记了我江家和国主的关系多么好。就是，就算他是玄门的人，也要给国主几分面子。在封国，谁还能比国主厉害？部长，不如先这样，我们呢先去你家，向江家主说明情况，然后请江家主去求国主，一定要在国主面前好好告一下叶不凡。 背后的大人物，你让我当众受死屈辱，我一定十倍白让你偿还。我上一次是没有来得及问你，为什么你能喊来玄门的人？而且你今天竟然还让玄门的人把江家给包围了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因为我……难道你是玄门的人？ 我跟玄门是有那么点关系，因为之前我无意中救过一个玄门很重要的人物的命，所以他出手帮我。那这个重要人物还挺重情重义的，不过我们已经麻烦人家两次了，以后还是别麻烦他了。亲王快到了，咱就看看他家这个。什么？不凡，刚才爸打电话过来。 说月月犯病了，我们得赶紧回家送她去医院啊！你别急，我马上联系医生。等一下，月月有一家定点医院，我们要不先送她去那儿？月月，不凡，我再去月月上门找医生。医生，麻烦你救救我女儿。 滚！我们这次有钱了，孩子的爸爸一定去交钱了，一会儿就上来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知道吗？有人已经交代过了，只要是你的孩子，坚决不收啊！你跑遍整个封国都不收，你赶紧走了啊！我求求你了，走，来来来来来，医生，听，不要在这里打扰工作。哎，医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呀！我求你了，我女儿她还这么小，她还昏迷着呢，你不能不管她呀！我说话你是听不懂。 不只是我这儿，整个封国都没人敢收你们。赶紧跟我滚，别在这里说。哎，不，医生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高抬贵手，你救救他吧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快赶紧求求医生，让他救救我们女儿吧。谁求都没用，赶紧给我滚吧！没有我已经交了，小子。哎，现在没有了。 赶紧给我滚！你是哪门子医生？医者仁心，甭打得罪你了。你还有脸说我？那好，你问问这个女人，哪次交费你肿过点啊？哪次不是拖拖拉拉、哭爹喊娘的？还有你叶不凡，哎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别看你穿的人模狗样，你以为你还是曾经那个呼风唤雨的叶家大少吗？行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是我太穷了。但是月月的爸爸已经救了很多钱到医院了，是不是，不凡？我刚才找的错。 叶不凡，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？你有100万，哎，谁不知道你们叶家现在穷的连耗子都不肯接？那你跟我去楼下找，问我是不是预存了100万医药费？哎呦，你我跟你一样的闲啊？就算你有100万，又能怎么样？大人物已经发话了。
就是他和他的女儿，全国的医院一律不收。那个，我告诉你，我犯得着告诉你吗？你配吗？你连听他的名字都是不配的。我看你就是不想给我女儿治病找借口。对，也不配，我就是不想救你的女儿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你女儿配咱们这么高贵的医院治疗吗？我们这儿啊是给全中国最有地位的人治病。我现在就给你院长打电话。院长？对，你还认识我们院长？哎，你知道我们院长是谁吗？院长是我舅舅，亲舅。哎，我就说了，以后这家医院都是给我的。你认识他，他认识你是谁？真没想到中国第一医院有你这样的。你敢骂我吗？喂，我在那边。哈哈，哎，装的还挺像的，还知道我舅舅姓王。听说这里有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病危了。你是？我的名字也是你这种谐音。我是特奉天龙神医之命，专门救一个孩子的。你就是天龙神医的徒弟啊？不，你能来我们这儿，我们这太激动了。神医，你家这个孩子就是他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怎么可能是你？看你这一副要钱没钱、要事没事的穷酸样，我师傅会让我来救你吗？哟，你还真的什么都一会儿认识这里的院长，一会儿认识天龙神医的。哎，你怎么不说国主是你小弟呢？那我现在就在。你想想嘛，我师傅的电话，这个世界上就没几个。看这副穷酸样，算了，懒得接。哎，神医。可是这里病危的小女孩只有月月一个人啊！说话就说话，别脏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叶不凡，你拿那个破电话在那打打打，打出一个没有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趁着保安没来之前，赶紧给我滚！现在的有些人还真的是越穷越没劲。天龙神，我师傅的名号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，赶紧给我滚远点！可是你们都是医生呀，四爷，难道你们就忍心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就消失在你们面前吗？你少在这儿道德绑架！我是医生，但我又不是圣母，让我救你的女儿可以，等我一会儿给那个小女孩诊治完毕再来救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100万的现金上了。你太过分，没想到钱能留你这里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一提到钱你就说我无耻，我看你这是什么？最无耻的是你好吗？叶不凡，你当我这是哪啊？慈善机构吗？你今天要是准备不了100万，没人救你女儿。王家豪，嗯，你眼开除了。哎，小叔，你干嘛帮着一个外人打我呀？叶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看女儿受苦，我马上安排最好的病房给你女儿诊治。你千万不能被骗了，这个叶不凡就是个骗子。闭嘴！叶先生，你个有眼无珠、狗眼不识泰山的东西，叶先生这种大人物，岂能是你得罪得起？小舅，这个叶不凡我认识他十年了，他不就是害死了他全家，连他父母都害死了那个败家子吗？赶紧给我滚！你要死不要连累我！小舅，你怎么又打我呀？哎，你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我不救他，我是有我的理由的。这大人物不是交代过了吗？什么呀，大人物？我看他是不想在风光活下去。江少江大全啊，小舅，我看你真是老了。好，就算我们把他女儿救了，你觉得江家会饶得过我们吗？如果今天救不了叶先生女儿，这个医院就没有存在的意义。你赶紧给我滚，不准再踏进医院犯。小舅，王院长，我觉得你侄子说的没错呀。在整个封国，谁人不知江家是不能忍的。您如果执意要救他女儿，这不明摆着跟江家过不去吗？你又是从哪闹出来？小舅。他就是你崇拜了一辈子的天龙神医的徒弟。是我。你真的是天龙神医的徒弟？王院长，你连你外甥的话都听不明白，我看你真的是聋。
该滚出这个医院的人应该是你。你放肆！天龙神医一辈子虚怀若谷，悬壶救世，怎么可能有你这样嚣张的徒弟？如果你真的是天龙的徒弟，我一定会让他把你气死，不要再败坏他的名声。谢不凡，这个老东西分不清的怕，但我可不是。狂妄！你会后悔的，王院长。我看你现在真的是分不清眼睛长高去，你看看他，一脸的冲锋样，他怎么可能认识我师父？他要是能认识我师父，我就给他当一辈子的狗。真是如此。叶不凡，我本好心的不想跟你计较，但你一直在我面前。行，我今天就给你老天报。行，师父，装逼遭雷劈，你想干什么？听说过血盆大，那可是我铁哥们，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，识相了赶紧走。要不一会儿被打成了筛子，别怪我的事情。是那个不让谢伯父说的。谢伯父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今天可这么说血混大放肆！少跟我胡来，这里是医院，不是小混混打架的地方。老东西，你是不是也活得不耐烦，敢说血混大人是小混混？只怕一会儿你所谓的大人来了，见了我是死的。啊，叶不凡，你这铜牙利齿、脸皮厚的样子，我看刀架到你脖子上，你是不会后悔的。青云，师傅，你来了。真是，你怎么这么敢跟叶先生说话呢？师傅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你别让他骗了，师傅。叶先生给我打电话，我那边太忙，让你过来打前站做个准备。这个道。你竟然做出这么有辱师门的事来，真是的！天龙，我给你打过电话，让医师展现。对不起，叶先生，我来晚了。啊，天龙神医，今天真是有幸见到你了。天龙，我女儿昏迷已久，先去看看。让老朽去看看。秦勇来了，谁敢动你？谁敢动？雪魂，医生，走错了，走错了。看来上次还没把你打够吧？我不是雪魂，永远不出现在您面前。放过这最后一次吧。滚！谢谢。是我眼瞎，是我有眼不是真聋，您才是真正的烽火大人。你把我师父放了，我不想面对这事。叶先生，我要走了，那你饶了我吧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两个所谓的医生，简直是一见识，跟我说没用，完，王家花豹出去去，对呀，不然他进医院干嘛？对呀，你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马上安排一间通风舒适的病房。好，神医，你随我来。师傅，我求你让我当您的助手。你是青云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你已经被逐出师门了。师父，我从小跟你学艺，我求您别抛下我。我有你这样的徒弟啊，我真感到耻辱，我竟然被你的本性蒙蔽了这么多年，让我在这里枉为人师啊。天龙，先去诊治吧。玉玉，玉玉，你醒了？我怎么了？是不是睡了很久？玉玉，你放心，你的病已经治好了，被一个很厉害的伯伯给治好了。玉玉，等你病好了，爸爸带你去新家，好不好？好呀。叶不凡，玉玉该上幼儿园了，老师今天打电话过来说交户口本，我得回家拿一趟。方家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没事，你就在这儿陪月月吧，这离我家挺近的，不到一个小时应该就能回来了。那你快去吧，为你儿子折腾。妈妈，月月在这里等你。好。哟，这不是海月湾罗王别墅的女主人吗？怎么到我们家来了？是不是最近怀孕？妈，
月月今天幼儿园报名，我过来拿户口本。你还认识我这个妈呀？张小雨，月月上不上学跟我没有关系。哥，怎么说月月也是你的外甥女啊？哦，你现在认识我是你哥了。你在叶不凡面前耀武扬威的时候，张小雨，我怎么就想着你是我愚蠢女儿呢？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奖赏，你却不肯去。你往那江少床上一躺，那就跟印钞机一样，想印多少印多少呀。妈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了？你哥都一五一十的都给我说了，你就是受那个叶不凡的迷惑，人家找了一帮人来演戏，是专门骗你的。妈，你还是先把户口本给我吧，月月还等着报名呢。把户口本给你？你想得美！你给我捅了那么大的娄子，得罪了江家，你不想了办法怎么去哄哄张少，还让我把户口本给你？你想都别想！你还想着让我去陪江少？哎，张宇，能让你去找江少陪他，那是你的荣幸，不是抬举。有多少女人想排着队都想趴上江少的床呢？你不要不识抬举啊！爸，你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们这样做可全都是为了你好呀。小雨啊，这江少不仅喜欢你，而且还给你哥封了一个十万军团的团长，这可是多少人做梦都想得到的。是啊，我现在可是江家的十万军团团长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哥，你那十万军团的团长身份是怎么？你自己心里不清醒？我天了你啊，竟然敢这么跟你哥说话。你以为叶不凡背后有个大人物就了不起？昨天你们一走，你知道我们去哪儿？我们去了江家，见了江家主。江家主已经同意我们面见国主了。你觉得江少见了国主之后，他背后那个大人物还有活路？现在连大人物都自身难保，那个废物还能翻起什么浪来呢？是小雨啊，就听爸一句劝。也算是看在给你哥帮忙的份上，你就去给人家江少赔个脸道个歉，咱们家人小姑也不大这样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再也不可能去见江少，大不了月月的幼儿园我们就不念了。张小雨，你真是异想天开呀、啊！你以为你能做得了主？嗯，国主已经知道了叶不凡，他不仅要抓了背后那个大人物，还要亲手杀了那个叶不凡。如果你还识相的话，劝你一句，趁早听我们的话，不然你们一家三口等着在地狱里。哦，对了，在把你送到江家之前呢，也算是你报答对我们方家的恩。别说是叶不凡买的，我没有去过。他不是一直想做我们方家的女婿吗？行，我给他五份。让他拿那套别墅来换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张小雨，有种跟他变回娘家！快，干嘛？想跑？疯子，你能跑到哪儿去？你慢点，听我话。这个死丫头，她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明都不听，慢来就来暗。我刚才呢，已经悄悄的给江少发消息。他现在呢？妈呀，姜还是老的辣呀！我是真佩服您呀。那个叫什么？躲得了和尚，躲不了庙。郭叔，国主已经在抓叶不凡了，我要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，让他赶紧。让我们心平气和了，团圆。孔大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国主已经下令通缉叶不凡，是天罗地网逃不出来的。我是来提醒你，别年纪轻轻的不当乱逛。我知道。这样吧，我也想，我既然那么喜欢你，我就该成全你。你只需要跟我去一个地方，咱们一次性把话说清楚。这样我保证叶不凡能安全的回来，你我二人的恩怨也一笔勾销。
我江大全是骗你的那个人吗？那我们有什么事是不能在这儿说的？不是你我二人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是吧？我江大全已经低三下四的来取妹了，我好歹也是封国有头有脸的人，不在这儿聊。说我们人这么多，你让我江大全骗你？我你要还不相信，下次见到叶不凡的时候，还是不整个封国还有比国主更强的办法？你少好好跟你说话，你非得我话。如果真的是因为张小雨现在对他是什么？我看这个女人配合。这次我们把张小雨送江上面去，足以证明我们对江家的忠心。你这团长的位置妥妥的了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呀，有一天我会当上十万军团团长他爸，这是何等的荣耀呀！以后啊，咱们只要尽力讨好江少，往后的风光日子长着呢。以后还是儿子有远见，这回我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。是你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张小雨，你算老几？张小雨在哪关你什么事？你这是私闯民宅，你再不走，我打电话报你抓你。叶不凡，你别以为背后有一个大人物给你撑腰，你觉得了不起？江家主已经向国司告状，你背后那个大人物，受气了。张小雨回来取了棍，我不能他一个人。人呢？给我。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是不是？你以为我不敢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又想打人啊？听说你会点功夫，很能打是吧？哼，可我是你丈母娘，你敢打我，会遭雷劈，被天诛地灭的。我只问你，张小雨呢？没有。谁找在他自己身上？我们哪知道？我们在家好好做人。是呀，叶不凡，你赶紧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，别在这啰嗦。我现在去查查，如果我发现凶手。行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几分钟前他是来过，可刚刚走了，是来拿户口本的。那你干嘛？哼，我是你丈母娘，我是长辈啊，你让我说我就说，那我多没面子啊！等等，你跟张小雨不要脸，他偷偷孩子都生下来，生米煮成熟饭了，就想吃我白捡个大便宜吗？你不是你我吗？大话谁不会说呀？有本事你就拿几个钢镚出来证明一下自己。虽然张小雨不是我亲生的，那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啊！你这一毛不给，就想把一个大活人带走，哼！你做梦！那如果我给了你们一千万，那你们是不是就同意这个故事？听说你买了海月湾楼王的别墅，我哪知道是真是假？有种你就拿出一千万来再跟我谈张小雨的婚事，否则你是你的臭嘴滚出去。喂，丰国银行吗？马上给我送一千万块。你这个废物有点装，昨天在海月湾你没演过，今天来我们家接着演。希望你能放心，收了这一千万不要再跟他商量。叶不凡，你这个废物，我看你怎么拿出那一千万。我们可不像张小雨那样被骗团团转。也不知道我的妹子这是被我惯了什么名字，几百来个亿。叶凡，你就是拿不出那一千万该怎么收场吗？这可不是在你别墅，别钱我不重要，不上这可是真金白银。还冒充给丰国银行打电话，你以为丰国银行是你家啊？我们今天就在这找，看看丰国银行的人能不能给我们送钱。哎，我们七点出来，别等着。哎呦，叶不凡，我看你还是先走算了，再这样僵持下去有什么意思吗？走，你走个试探。叶不凡，一个瞎子都能看出来，你连一百块都没有，更别说是一千万了，还在这不停的说大话吹牛逼。哼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跟小雨之间没有任何的可能。别着急，一分钟之内。一千，好，我倒要看看一分钟之后
你是让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还是选择继续编呀？我看他下辈子不可能有时间了。刘凡，我劝你赶紧带着你那背娘子女儿离开凤国，不要拖累我们家小雨。他的男人是你这种废物提携的勾当上的。我真为小雨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跟兄弟感到羞耻。吹牛你个吹牛患者，羞耻！我把这个词儿原封不动的再送给你。他当然不知道羞耻了，因为他骗一个算一个。叶不凡，骗你的人还没有出事呢。干什么？请问哪位是叶先生？这里是方家，没有什么性别的。我们做叶先生所托，特地给他送一千万吧。叶不凡，你也太能演了吧啊！就找两个人就能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，提起个破箱子就有一千万了啊！是真是假？打开看看就知道。请问您就是叶先生？叶先生，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。严先生，这费用给您多少钱？欢迎。叶先生，请您录入下指纹，等我们办完了手续，就可以为您取钱了。尊敬的医药局长，这位叶无凡，你可真的是要笑死我了！拿个破仪器，其实他叶什么？哎，这个机窗关了，还荣耀至尊黑卡，我看啊，就是黑脸皮下三滥绝户。一千万全部在这里。这是谁家？叶不凡，你这挺认真的嘛？这不会是在刘俊博？哎呀，你们不用这么看，我这有家伙事，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你们真是太无理取闹了！这些钱就是刚从丰国银行里刚提出来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叶先生，给你公道，先走了。叶不凡，就算你有一千万，我刚才说了，这只是得到了和我谈的资格。你说要是有一千万，就是小一千，
你要看吗？玉千万只是彩礼，你不懂得我们方家的规矩吗？你又想出什么妖怪？玉千万算，你是不是当我们家没有见过钱？这玉千万只是对你的一个考验，一个进入我们家的入门券而已。哎呦，叶无凡，你刚才对你丈母娘说话这个态度呢？不太礼貌啊！你毕竟你是个小妹妹。对，这离俏丈母娘还远着呢，我可受不起啊！我还怕晦气。你究竟有什么条件？一并说出来。你不是有一套龙王吗？如果是真的，你就全部给我；如果是假的，那你就给我重买一套。龙王仅此一套。你是舍不得呢，还是没有啊？你骗我！哎，不过可以这样，你在封国，我和一样，我送给你，做出来的价格有折现。哎呀，叶不凡，你真是太迷惑自己了。就算你不知道那一千万是怎么侥幸得来的，可你知道一套别墅要多少钱吗？你还有什么要求一并说出来，我再说。好，那你就给我弄一套别墅好不好？你什么你啊，就是你那么点。妈说的对，只能是假手。哎，这钱转移去。臭婊子，老子好好跟你说话不听，非让老子动手是吧？贱女人！啊！敢打老子的女人！留了这笔账，我给你记着。摄魂大人，上次是我怂了，是我不是人。那这真的害怕？算你小子识相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要不是这个女人的脸蛋，我怎么可能会失手？摄魂大人是天下无敌的，所以我这次为了表示忠心，专门把这个女人弄来，给您赔罪。哈哈哈。算你小子识相，还不赶紧滚！哎，啊，打扰了我们的雅兴。哎，那雪魂大人，我去旁边等着你啊，有任何需要，我走。打不过那个废物，我还不能欺负他的女人吗？啊、别怪我。你别过来！你知道他害得我有多苦，就光这些。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！你不知道我雪魂是谁，他不知道，他可以得罪阎王，但是不能得罪我雪魂。你无耻！我今天就要让你尝尝无耻是什么！叶不凡知道得罪我雪魂是什么下场？是你，女儿，你的儿子，你的子子孙孙，我都不会放过。敢！叶不凡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哎、叶不凡知道，以后你就是，你最好把我伺候的舒服一点，你好成亲。哇！敢说话！哈哈哈哈哈！好你个硬骨头，和叶不凡一样让人疼。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雪魂是什么下场。你往哪跑？你信不信现在就把你夫人扔下去？这里可是一百八次。我倒要看看你有多不怕死，你头有多硬。我一想到你是一百。我就恨得要死，我恨不得马上就摔死你！我怎么可能让你活呀？就去怪叶不凡啊！不凡，韩哥，儿子救我！韩哥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！
我必须找叶不凡吧！爸，雪慧，雪慧，不凡，快救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，我保证离开九州，不离开风魔，永远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我饶了你一次又一次，就是你的机遇。冤枉冤枉，全都是江大全的意思。他说我只要玩了你的女人，就给我一大笔钱让我走，一个也别想跑。这个女人，我都不让她拿命来偿还。叶凡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小雨，不管我是什么人，我都是你的丈夫，月月的爸爸。你们俩都说最重要。可是，这道理太残忍了。那不在我面前呢？叶凡，我需要的是一个平凡的丈夫。月月，他也不需要有一个杀人的父亲呀。小雨，我给了你父母1000万。真的？小雨，我答应的事就一定会做。月月马上会过生日了，我准备给他举办一场隆重的盛宴。月月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正儿八经过过生日呢。他知道了，一定会非常开心。那就让你们好好开心一下。小雨，刚才找你过来的，除了雪欢，还有谁？是不是江大全？如果我说了实话，叶不凡一定会去找江大全算账的，那不又是自投罗网吗？不行，我坚决不能说。不凡，要不？我们还是带月月离开红果吧。为什么？有人要抓你。你不说我都知道是江大全。不凡，那江大全就是无赖，我们躲不起，我们还躲不起吗？那我们就要躲一辈子。小雨，你就听我的，我会安排好一切。月月一个人在医院不放心，我们还是先去医院接他吧。月月，月月呢？胡想，这个病房的张女孩医院了，她被人接走了。她被人接走，将月月喊成了姥姥姥爷。真奇葩呀！我是无奈的，好过去。爸妈，月月，你怎么不等妈妈出院？这是什么话呀？当姥姥的把孩子接回家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江小雨，我们方家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住这么好的房子，就想把我们拐出家门吗？你不是有钱吗？张小雨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这套房子。现在是我不是刚给了你1000万？妈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我从小把你养这么大，难道就是为了让你给我顶嘴的吗？叶不凡，你懂我吗？我早就说过，你给的那1000万，只不过是你有资格和我谈判而已。谈判？你把张小雨当什么？筹码？1000万算什么？这一栋房子又算什么？我家小雨。为你付出这么多，怎么连这些东西都没有？哥，欠你的、欠爸妈的，我早已经还清了。张小雨，
你说还清了就还清了吗？有没有还清，我说了算。别以为有这个废物给你撑腰，你就不把我放在眼里。这里现在是我们的家，你们马上给我滚出去。房子可以给你，但以后不能骚扰。区区的一套房子就想把我们打发了，谢不凡，你想得美。行，那你究竟还想怎么样？哎呀，小雨啊，我可是从小把你养大的妈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这个谢不凡他就是秋后的蚂蚱，他蹦跶不了几天呢。我们刚刚得到最新消息，玄门门主马上要来接见。国主不但要亲自迎接，还要为门主开设庆功宴。听说门主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，要为她举办隆重的生日宴。张小姐，这个是我们方家好好表现的时候，如果攀上了玄门门主，所以啊，叶不凡，你赶快滚出我们方家，不要妨碍我们方家的未来。如果让玄门的门主知道我们有你这样的穷亲戚，那我们这脸往哪放呢？妈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你已经拿了叶不凡1000万了，你现在还占了他的房子，你还嫌弃他丢脸啊？张小雨，你为了这个废物，竟然敢跟我这么说话！姥姥不准打我妈妈。我看了，这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忍让，如果谁再敢打小雨，我饶不了你们！什么？难道还要把张小雨从我们家抢走不成？我有腿，我自己会走。别吵！张小雨，你还有没有廉耻？为了一个男人，你连家人都不要了吗？小雨啊，你可不要冲动啊！国主现在已经知道叶不凡做的那些恶事，他居然敢挑衅江家的10万兵团！我告诉你，国主已经下令。不凡。你听到了，你现在赶紧逃还来得及，我们就全当你不在这里。上次有10万军团包围，你让你挑衅，这次国主亲自出手，如果再加上玄门门主，你觉得你还有活去？莫凡，你被通缉的事情，我本来是想要告诉你的，但是我刚下楼就被雪红带走了。要不你赶紧站起来，你去躲一躲。别走！叶不凡，你痴人说梦，识相的话呢？你现在就逃得越远越好，永远不要回来。是呀，赶紧走吧，不要再连累我们家了。你们究竟是从哪儿听到的通缉令？哼，等正式的通缉令下来，那可就晚了。我们是通过可靠的渠道得到的消息，这不，立马叫李屠户报信。这么个渠道，不会又是那个江大权？废物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竟敢这么说江少。方浩，你的脑袋是个摆设吗？我接连几次放过江大权，你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形势？那不过是你一时运气好罢了，没有了那个大人物的帮助，你能活到现在早就被那个江大权碾成粉末。你还不走吗？你再不走，我可要给江大权打电话了，等他带着国主来了，看你往哪跑。好啊，那我就在这儿恭候你。方浩，给江少打电话，就说这个废物在这里等国主来抓他。对，你究竟什么？你别以为你会点武功就了不起了，国主一旦来了，后果都来不及。后果究竟是谁？还是说你跟我做？你或者国主跟我？小子，你别太猖狂！我跟国主认不认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叶不凡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左一个国主，右一个国主，国主也是你这种废物可以随便叫的。谁啊？你好，我是国主所委，特地来给叶先生做邀请函的。邀请他来出席玄门门主女儿的生日晚宴。什么？废物，你从哪得到消息？这么快就知道玄门门主的事儿，还假装找个人给你邀请函？你有这些时间和那些钱，赶紧逃命去，免得在这丢人现眼。你先回吧，挂住多。
哟，对我，你可真是天哪！啊，哪来这么厚的脸皮，装的这么像？你是不知道，去告诉我。博主认识你是哪根葱啊？博主认不认识？等到明天就知道。真到了那一天，恐怕连你人都不知道在哪儿。那可是博主举办的迎接玄门门主的欢迎晚宴，来的都是封国的高贵人物，像你这种辈有资格去吗？ 就凭这个吗？就凭这个吗？姓樊，我看够了你演戏，真让我恶心，马上滚出我家！你知道什么罪？你还假模假样的威胁我，我现在没时间给你在这闲扯，我还要为后天的晚宴去做准备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们方家根本没有资格。我们家有没有资格更不重要，你一个被通缉的人了，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？ 你们该不会指望我江家的人？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是江家10万军团的团长，江家可是博主面前的人物，我们随便弄几张邀请函。如果你能拿到一张邀请函，我给你一千万，2张2000万。硬通，你当邀请函是你家擦屁股纸啊？这么划算的买卖，你绝对不做。我去问问，居然还想买邀请函。 就你这种污蔑国主，能有降吗？杜克，你说的是真的，一张邀请函1000万。我说到，哼，1000万也未免太侮辱邀请函了吧？最起码1亿。没问题。儿子，给江少打电话。儿子，1亿呢？ 快点吧！哎，江少，您忙呢。哎，上次您说那个玄门门主欢迎宴会邀请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家也能有这能量在这儿。你什么垃圾！一个妹妹都忘了送的东西，快去参加门主的晚宴，滚！那个，江少一定是喝醉了。哦，没事。 我晚点时间呢，去拜访一趟咱们家去。要不这样吧，看在小雨的面子上，我叫人给你再送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你简直是吹牛吹到了天边了。你知道那一张邀请函有多难弄？许多家族搞破头，他都搞不到。他们就在附近，几分钟就到。不烦，你是不是越麻烦越……没事，我们关系好的。小雨，就让叶不凡演。 几分钟吧，我们两个啊，按照他一贯的套路，应该不要请你。既然你这么有钱，你能不能请一个明星演戏？无知，等到晚宴那天，有你们后悔的。哼，我后悔？你不会以为自己就是玄门的门主吧？哼，我看他做梦都想自己是玄门门主吧。<笑> 只可惜你没那个命，这辈子注定只会是一个请群演的垃圾。哟，这群演来的还挺快的嘛！哎呀，还是个活的吧？这个费用请您先给您要钱啊。这不是国子的运输官。 婉儿大人吗？哎呀，你晚饭都敢冒充，叶凡，你这点小气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对国主的视频投论？你这个贱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大哥，儿子，你们两个我生气！闭嘴！
大人，不知您官爷寒舍，我会从远游前往您守岁。婉儿大人，这就是在电视剧里，没想到见到真人了，真是高兴之极啊！这不是叶先生买的房子，早就找你了吗？叶先生，婉儿大人啊，您是有所不知呀，刚才叶先生，这是您要的三张邀请函。 我错了，是你私自邀请函吗？我心里马上不原谅，求你饶我，饶了我！你得罪叶先生，就是得罪国主，我知道有什么后果。我求你不要杀我，老婆，你不要杀我，老婆。好的，我是有孙女的人，你不要杀了我，我孙女就没有老人了，我求你。居然还不如一个孩子。爷爷，这个小姐姐和姥姥摸不完呢。 小朋友，我还有事儿。我只想永远和我的家人们在一起。叶不凡，你究竟是什么人啊？竟然连国主的御书官你都认识？反正无论我怎么说，你们都不会相信。这三张邀请函就是你家的。妈，户口本可以给我了吧？ 我还送这个去救人呢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救人了。我总算明白了，叶不凡骗的那个大人物是国主。 你这一不对，几次三番下来，能有这么大能量的？小伙子，儿子，你赶紧去江少那儿一趟，这可是一个你立大功的机会，一定要揭开叶不凡欺骗国主的真相。我说你是我的骗子，也不知道这邀请函是真是假，正好找江少。副部长，这三张邀请函，你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个废物，居然弄来了三张。 你怎么这么笨啊？这三张都是假的。完了，啊，这明明是国主的御书官大人婉儿送的呀。我说你还真是蠢啊！就你这个脑袋，我怎么放心让你当我十万军团的团长？找一个和婉儿大人身材很像、相貌很像的女人假扮御书官？啊，等等，哦，还是江少勾引我。我就说嘛，这叶不凡他怎么能国主的骗子？ 看来叶不凡还真把国主身边的那个大人物给骗得团团转，我一定要去揭露这个真相，立个大功。江少，你看这三方面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黄金兵武家也没有人敢动，容我等见识。行了，回去等消息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小姐，谢谢。 小雨，你先进去，我接个电话。哟，这不是那个捡垃圾的女人吗？怎么，你们家那个废物被关进大牢，你从楼房给赶出来，没有地方去，跑这儿来捡垃圾了？我跟你说话，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你哦什么哦呀？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是你这下等人能来，我只是送月月来报名而已。 报名？你拿什么报名？报偷？好像还是靠你那个废物男人。张小雨，你是在命令我吗？你真以为你那个废物能翻身吗？你太高看他，他只不过是骗了一个大人。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？那你们俩怎么没有一起？是他被关进大牢了，还是躲在地方反思？
喂，阿姨，你这个小孩怎么说话的？不许你这么说我孩子！看你这个窝囊样，这孩子整天病兮兮的，能不能活得下来？还是个未知数。月的病已经被神给治好了，不会再复发了。你说好了就好了。那个叶不凡不好对付，但是他不许你威胁我孩子。张小雨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？我捏死你的孩子，就像捏死一生的孩子。谁要是敢伤害我的孩子，我跟他拼命！那你来呀，试试看。我好期待你拼命的样子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张小雨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什么都见。我不要的男人也捡，你们这两个垃圾货色，只配生出来这种小野种！哎、男人啊，这个疯女人在这闹事儿！李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张老师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疯女人带着这个小杂种在这闹事儿！张老师，我只是带着孩子过来报名的。张老师，这个女人就是一个捡垃圾的女人，她这个杂种要是在这儿上学，我保证别的孩子都要退学。刘小姐，你先消消气，我这就赶他们出去。这还差不多，算你识相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这里不欢迎。老师，这是我孩子的户口本，按照地理划分就应该在你们校区啊。我们园区可是中国第一幼儿园，来这里的孩子非富即贵，你的孩子占了哪一样？可是按照入学规定，我们就应该在你们这儿报到呀。规定可是随时都可以改的，不懂。再说今天入园通知最后一天，没有已经晚了，你带着你的孩子走吧。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？能不能再通融一下？张小雨，你别赖在这跟他赖很久了，赶紧走，一会儿被人拖出去就不好看了。你看看你给你孩子穿的衣服，连个正经品牌都没有。如果让你们这么没档次的人入园，别的家长会有意见。妈妈，我不想上幼儿园了，我想回家。你真是这个园的老师，这是一个老师能说出来的。叶不凡，你这个废物终于出现了。你是谁？这里是幼儿园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我是月月的爸爸。你们这一家人怎么回事啊？先是娘俩赖在这不走，现在又来了一个外国人。你们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就交保安了。我女儿为什么不能上这所幼儿园？叶不凡，你不就买了个破别墅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谁知道你买别墅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，还是偷的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幼儿园上学的家长，谁家不是八套十套的别墅？我们幼儿园对家长的审核是第一，各种资产加起来最低不能低于三个亿。嘘，我头一次听说上幼儿园要验资的。你们没有钱上我们的幼儿园，就别在这儿耽误我时间。我忙得很。我要让你们园长开除，你简直枉为人世。你可别吓唬我啊！你知道院长是我什么人吗？那可是我未来的前公公。叶不凡，你不吹牛能死了？你这一张嘴走天下。我告诉你，你不就是攀上一个大人？那个大人物又不是个傻子，一旦被他发现了，你的死期就到了。爸爸，我不喜欢这个幼儿园，让我走吧。我女儿不喜欢这儿，我不想跟你继续。赶紧滚啊！一家三口穷得叮当响，还想来我们幼儿园，真是做梦。保安，一定给我把门看好啊！不要什么阿猫阿狗都给我放进来。叶先生，您来了，抱歉啊，刚才本来一直在这等您的，可是教育局临时通知开乐会，非要让我去一趟。我跟下面已经交代了，要好好招待你了。园长，您认错人了，那边的家长还没到，这一家子就是捡垃圾的穷鬼，有小姐认证过的穷鬼。在村部没有一家人比他们更穷更不要脸的了，这个叶不凡仗着自己有点功夫就仗势欺人，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王老师，马上给叶先生道歉。园长，你一定是搞错了吧，让我跟一个穷鬼道歉。小娜娜，你公然违抗院长命令，你是不想干了吗？让我给这个穷鬼道歉，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？要是让你儿子知道了，看他怎么闹腾。叶先生，实在是抱歉啊。那这样，
我现在就亲自为您办理入园手续。不必了，幼儿园有这种没有师的东西，我看离关门也不远。那这10亿的基金捐款就差您最后一个签字了，这字儿您还签吗？这幼儿园都要关门了，这10个亿想必也没有用。什么？这就是捐款10亿的贵宾？这个费用怎么可能捐10亿啊？这不可能，这个合同一定是假的。他要是捐款10亿，我就捐款100亿。刘小姐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叶先生，您看我们的手续啊，跑的差不多了，就差您最后一个签字。另外，我们幼儿园上上下下都热烈的欢迎您啊。对不起，我就是针眼侠。我是幼儿园里的臭老鼠屎，只要你能选择，我自己把自己开除，我保证以后不再出现在幼儿园。叶先生，您放心，以后像这种嫌贫爱富、没有爱心的老师，我们幼儿园是坚决不会再用了。求你了，我们园里真的不能没有您啊，更不能没有像你女儿这么可爱的小朋友。老公，要不就算了。您这是活菩萨转世，您就是我的贵人恩人呐。这个字要我签也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您说。合同里加一条，如果严里老师再做出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事情，不仅10个亿捐款撤销，幼儿园也另。您放心，您说了算。刘小姐，刚才您说叶先生只要捐款10个亿，你就捐款100个亿。现在叶先生已经答应捐款10个亿了，那您这100个亿打算什么时候？我捐你个大头鬼啊！你以为这100亿是100块钱，说捐就捐？我看你们两个人就联合伙来骗我这100亿。贺小姐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刚才我可是差点为了您得罪了叶贵宾啊！老娘说过的话多了，还贵宾呢？我呸！我看你们就是联合伙来骗我。叶不凡。就算这10亿是真的又能怎么样，你还是老娘抛弃的男人。你知道老娘现在的男人是谁吗？玄门的门主。叶不凡，你被吓傻了吧？区区10亿在玄门门主面前你个毛都不算。怎么这么无耻？叶不凡，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，你不就在想着对我旧情难忘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柳婷是你这辈子都攀不上的。你真让人可恶，院长，这样的神经病你还不肯出去？柳婷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对，赶紧滚，玄门门主会认识你。你们一个个给我等着，我迟早把你们幼儿园铲平。气死我了，那个叶不凡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对了，门主的酒店你打听好了没？我要是睡了门主，我就是门主的女人。你以为门主像我爸一样想见就能见？你不会问你爸呀？你爸不是国主面前的红人吗？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？邀请函，这么罕见的东西全城人都在抢。你可记住啊，这次你要是真睡了门主，可记得别忘了我的功劳。那谁跟谁？这世界上没有柳婷睡不到的人。那我就等着后天宴会上你闪亮登场。这款珠宝您戴着一定很好看。这个我们要。这么高档的项链。你也配？刘婷，你别像个疯狗一样见人就扔。叶不凡，你说你还能够等多久？你所谓的那个大人马上就来。只要我在门主耳边吹吹风，你那个大人物就像蚂蚁一样被碾碎，到时候你就恨不痛了。究竟是谁放的？一天到晚的跟踪我，服务员。怎么能让这种人进商场呢？你什么你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旁边这位可是封国四大家族之首的江少，别说这样一个商场了，
分分钟收购你们这样一百个。有为难你夫人？那就滚呀！今天这些珠宝，我柳翠全要了。江少，你不是最近正在扩展你的商业版图吗？那就先把这个商场买下来。废人，这个商场从今天开始属于我了。好多。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这个项链我也不是很喜欢。算你这个女人识相，这么高贵的项链，怎么可能是你这种女人适合佩戴？小雨，你不用忍耐，后天就知道。后天，后天可是封国的大日子，迎接玄门门主。难道你到时候要开启你那恶心的表演？叶不凡，到底知不知道一张邀请函有多难得？就凭你也想参加玄门门主的迎接晚宴？我觉得你到时候不如蹲在门口，我要是一个红衣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他配吗？我今天就去跟门主说，到时候这个废物可不能踏进几分蓝衣。那还跟他废话干什么？叶凡，你现在赶紧跟，这个商场已经是老子的。你还杵在那干什么？废物。叶先生，我一听到上面的同事说叶先生要来，我就赶紧从外面赶过来招待你。高经理，你会不会搞错了啊？他可是封国有名的废物，你对他那么客气干什么？还上面的通知，怎么他塞钱给你让你做传销？高经理，你来的正好，江少爷说要把你们这个商场买下来，你开个价吧，多少钱？哎，收购之前我还要加一个附加的条件，就是这对狗男女他不能再踏进商场半步。江少，你搞错了吧？现在什么形势你看不清楚吗？你敢这么来，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来冲我的？可你也没帮我。姓高的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你不怕惹怒江少吗？江少，也难怪你看不清楚，你身边尽是这些奉承恭维、纸醉金迷、喝得烂醉。再看看你卡里的名额。放肆！你敢打江少？我只让江少看看他卡里的名额。我的余额关你什么事？谁不知道我江家富可敌国？谁不知道我马上就是封国的首富？不差不差，但是现在商场出去还有你。姓高的，我不知道他这个废物给了你多少好处。我们江少出双倍，我出十倍。如果你们再不走，我就只能让保安抬你们出去。来吧，你这个逆子，你在哪儿？江家的所有资产都被冻结了。来吧，你说什么？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叶不凡，还有你姓高的，你给咱俩收拾！你个强！叶不凡，江家的全部资产都被冻结了。是不是很有关？小雨，赶紧挺住，明天就会都知道了。给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再为了什么惹到了不该惹的人，这下好了，把我们整个江家都给连累了。国主不是很看好你的吗？上一次玄门包围我们江家，都是我厚着脸皮去求的。国主一再叮咛我们不要去招惹，你是把我的话听了吗？爸，你叶不凡那个家伙背后的大人物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凭什么那么帮着那个废物？哼，还不知悔改呀、啊？大人，你的事是你能议论的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江家参加晚宴都被取消。本想着趁晚宴的机会去好好的巴结巴结国主和门主。爸，你看，这我连你都不如，你居然敢骗我！我要把柳婷变成门主的女人，江家就一步登天了！真的？没事。
起码得帮我打听到门主在那个酒店。这不难，今天晚上。好。妈，你怎么带着我的珠宝呀？什么你的？这全都是我的。张浩宇，妈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孝敬点妈珠宝怎么了？妈，月月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我们想给月月举办一个生日宴会，你们都来吧。张浩宇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给月月办什么生日？一个叫花子，走了点狗屎运，就学人家搞什么生日宴了、啊，真是都是笑贫。你要有那闲钱，你还不如来孝敬我呢。妈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月月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过过生日呢。他可是一直把您叫姥姥呀，我不稀罕。要不是看在这套房子份上，我才不会把他接回来。你好了，收拾好了没？收拾好了就赶紧滚蛋。来来来来，别着急，检查一下你这包里有没有东西。你太过分了。皇城酒店的房卡。张少宇，你本是有什么事？这可只有皇家和国际有名望的贵宾才能住得起的酒店。真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这跟了叶不凡，怎么也学会偷了？你胡说！这张卡是叶不凡给我的。那也是他偷的。就叶不凡的废物样子。你还扯那干什么呀？等着我管饭呢。打听到了，门主就住在皇城酒店的至尊套房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安排人在酒里下了药。好的。哎，皇城酒店真是帝王般的享受啊！哈哈哈哈。好久啊！神秘的大美人在哪儿啊？我都快等不及了呀！啊！嗯，锦云，来。你是不是傻了？玄门门主住哪那是高度机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江少给我说的，能有假吗？我们都计划好了，江少负责给我门主的地，我负责睡门主，从此以后我就是正大光明的门主女人。要怪就怪你叶不凡啊，我这张卡就是从叶不凡那儿搞到的。哪会有叶不凡，就是我逆流的客人，我不弄死叶不凡我就不姓刘。对，必须弄死。不过那个，你先消消气儿啊，调整一下状态，然后打扮一下。晚上呢，咱们有晚宴，到时候我保证啊，一定是你接班，真的。还不赶紧滚！不，不烦，是你啊。今天月月过生日，我们在这里给他办个生日宴会。什么？在皇城酒店给这个小黄毛丫头搞生日宴会，你怎么不上天去呢？陈风国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我女儿的地方。叶不凡，你还真是大言不惭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好事儿。
居然敢偷玄门门主的房卡。叶不凡，这种事你都敢做，你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吗？叶不凡，你赶紧走，今天可是个大日子，不要拖累我们。所有的真相今天都会揭开，我叶不凡恩怨分明，所有的人今天一并了结。你简直是疯子！什么？难道你打算大闹门主的接风宴吗？叶不凡，你居然敢算计老娘！你才是。你笑吧，反正今天也是你笑的最后一天。叶，放东西。五小姐，你也是来参加门主的接风宴的？我可是门主的女人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叶不凡，你还真跟过来了啊？你不会想趁着不注意？他做梦！我现在就跟门主打电话，让这个废物赶紧滚！哎，门主，我是柳婷，门口有只狗，怎么都赶不走，你赶快找人过来把这只狗赶走。好，叶不凡，你还不快滚！非要把我们方家的脸丢尽吗？这儿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赶紧滚吧！算了算了，等会儿自然有人收拾他，我们先进去。对，抱歉，你不能进，有些人在。臭婆子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嗯，我们的情感是假的。来来来，看看我这张。抱歉，先生，有些人在。这不可能呀！这我们的请柬可是国主御史官亲自送到我们家的。别开玩笑了，国主御史官怎么可能把请柬送到几个无名小卒手？赶紧走，不要闹事。来，看上这个。你的也是假的。假你？你瞎了是不是？据说我们三张都是假的。想闹事吗？每张请柬都有编号，是真是假我能不知道吗？叶不凡，我就说你怎么请得动国主的御书官呢？原来你是个骗子，害得我给你们下跪救人呢。叶不凡，你知道今天我们要参加的什么宴会吗？玄门门主的迎新宴会和他女儿的生日宴会，现在全被你搅黄了。我给你们的明明是真的，我怎么知道会真的？我的请柬呢？你是真的，可以进。王浩，你脑子被驴踢了，竟然还相信这个废物！我要进去迎接门。这张请柬是金叔给我的。叶不凡，我在警告你，赶紧滚，别一会儿门主来了，把你这一家吃苦了。不凡，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儿吧。跟我来。全世界仅有一张无上尊者卡，无上尊者大人。啊！我说你这保安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让一个废物家骗子过去呢？叶不凡，你用了什么手段，居然在这种高规格的宴会上也能动手脚？他那张无上尊者卡一看都是伪造，你就让他这么大摇大摆进去？赶紧走，别闹事。哟。滚开！你试试。让开！哎呀，哎呀，放开我！我先给江家主打个电话。记住你了啊！放开！爸妈，你不要闹。是你查那些东西，眼睁睁看着他欺负你妈，还不赶紧来帮忙？就是。住手！让他们几个进去。还不感谢无上尊者？无上尊者有临时邀请人的权利，也是至高的荣耀。你别得意，一会儿见到国主我看怎么办。我们进去也不会看高你的。哼，我们堂堂的方家居然和印度垃圾扯上关系，真杀人耻辱。你们进还是不进？今天可一定要在门主面前好好表示表示，最好一举拿下他，这样才不浪费我们这条情。还不是赖你把情报搞。让那个人白捡了皮。行行行，是我错了，我忘了啊。
但是呢，你我二人现在的命运都系在你的手上，所以最后一句拿下他。这样以后，你我二人的家族在封国将再无敌手。您送的那张邀请函是不是有问题？你的账我晚点再跟你说。教授，昨晚那是误会啊。哈，叶不凡，你这种垃圾也能混进来啊？我刚才在门口警告过这个废物，可是这个废物啊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死活非要闯进去。叶不凡，你识相的，赶紧给我滚！这种地方容不下你这种垃圾。你们给我滚！叶不凡，你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这在座的哪个人物你能得罪得起啊？冲撞了谁，你都得下地狱。究竟是谁下地狱，我倒是很好奇。叶不凡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。我懒得跟你计较，今天是我女儿生日。我生日？叶不凡，你找死也不看看地方。江少了已经好心提醒过你了。就是，叶不凡，你个废物，趁着国主和门主还没过来，赶紧滚吧。叶不凡他就是一个不知耻的混蛋，你跟他也一样啊啊！月月在过生日不一样，我给你们100块钱，去路边找个路边摊过。妈妈，我是他们都不喜欢我在这儿。来，月月，今天你是主角。你，否则呢？你就坐这儿。这个废物居然疯了，敢坐门主女儿的位置！尚小雨，你赶紧上来！那位置一看就是国主大人的位置，你们怎么敢上去的？赶紧上来！真的是疯了！你站那么近，难道你想坐门主的位置吗？我要没有规矩，在这吵吵嚷嚷的，像什么官？爸，你来的正好啊！这一帮废物不仅偷溜进来，还想坐门主的位置。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我们已经跟张少宇断绝关系，随你们走。叶不凡，你个废物，早就听说你把江城几大家族的族长给杀了，又骗取玄门大人物的信，调取玄门战士来围我江家。要不是我求国主的话，早就把我们江家给祸害了。这笔账今天就要跟你算清楚。你不会忘了当年兄弟联合几大家族灭我全家的事？那是你们全家活该。我之所以能让你们几个活到今天，一，我在忙着我女儿的事；二，我还在想怎么处理能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灵。你简直是不知死活，看你出现幻觉了。妈妈，我不要你。江大叔，你赶紧把这个废物给处理掉，别一会儿门主来了看到他这个样子。大姐，我本来全当你是臭虫不想打，但我实在没想到你实在太丑。我今天不让门主把你撕成碎片，我就不姓刘。真不知道谁给你们的自信。保安呢？保安，给我把他抓下来。哎呀，你把你在哪儿？我杀了你！国主到。能勾搭上国主也不错啊。国主，您注意点，恭迎国主。国主大人，坐在门主位置上的就是大胆狂徒叶不凡，他竟然见到您不下跪，您快治他死罪啊！臣叶不凡拜见国主。大胆，居然见到国主不下跪，你是找死吗？大人，他就是前几天杀人案的凶手，他蒙蔽了玄门，蒙蔽了您，他就是我们封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诈骗犯。国主大人，打我干嘛？知道我把门没有看好，把这个垃圾给放进来，我现在就去赶他走。要不是看在你家族你为中国有战，上次玄门敢死敌众，
朕就不应该下诏令，要是玄门门主的命令，朕应该但是朕却未能好歹。门主，难道这个废物背后的大人物是门主？ 绝对不可能！朕来晚了，让爱卿出庭。爱卿诛灭九州势力，战功赫赫，屡立奇功，众人抵当，恭迎玄门门主，门主夫人祝贺月月小姐生日快乐！恭迎玄门门主，门主夫人。 祝贺小月月生日快乐！他怎么可能是门主呢？叶爱卿已被朕封为九族亲王，不需要行跪拜。没想到，门主大人，都是江大传他指使我的，是他让我跟你作对的呀！ 都是我的中间阻拦的，我就是毕竟是一群人。这么说，我还要感谢你救命之恩。你怎么可能是门主？你就算化成废物都认识你。国主，你不要被他蒙蔽了。刘婷，你不是一直在……叶不凡，门主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，是猪是狗，也绝对不可能是你。大林头，还敢辱骂门主？今天。 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这虚伪恶心的女人，大家请看。明明说的是门主，怎么是你？神经病吧！门主住哪儿高楼机密你怎么知道？他刚刚告诉我了，我们俩都计划好了，他要负责给我门主的地区，我负责顺门主重围，我就正大光明的成为门主的女人。哎，门主大人，我是被强迫的，是这个女人强迫我的。 明明是你自己想要勾引门主，结果连个毛都没捞到！是你害我成为全城的笑柄！我今天给你吃了！够了！你本来就没脸，只要你知道我这个女人，你快拉我俩呀！江大权，今天就是江家的死期，知道我们这里有4500，这些材料是你们江家这些年在封国贩毒中的恶行。 一桩桩一件件恶行累累，气人！其中包含门主叶家灭门惨案，你们就是主谋。国主，救我！救我！看在我们江家世代为封国出力的份上，救救我吧！国主，你太虚了，江家。 我可生日，对对对，你看我爷爷都生日祝特别好了，爷爷，那以前都是哥送的，哥以后一定好好送你。现在你们相信国主不是演员了吗？好女婿，我错了，那你说怎么样，你才能原谅我？哎呦，好女婿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月月，我可是你的老爷呀，他是你的老爷，是吧？ 你们都站起来吧，别跪下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
小公主生日快乐！快去吃蛋糕吧。我宣布，我叶不凡从此正式回归封国。哈，如今九州动荡，封国已在命令之下，万夫莫敌。犯我封国者，必死。冰兰、夜影，听令。属下在。明日集结我全门各部，出发，横扫九州各国。是。妈妈，爸爸今天会回来吗？爸爸说过的，他一定会回来。我好想爸爸呀，爸爸从来没有骗过月月。月月乖。月月。妈妈，你看爸爸回来啦。清澈如许，不安连绵的山，高耸的峰。哎，九州平地，我没见过。嗯，一生一世，永不回头。源头活水，滋养川流不息，